部程度。郭俊佑这一个球，左外野方向的飞球 ，home run！ 郭大宝开炮了，郭俊佑打出了超前比分的 home run， 全垒打的魅力，同一时队爆发出来了。郭俊佑本季个人第四号的全垒打，哇，李巨宽。这个半局被打了两发的全垒打，哇！统一狮队6-5领先一分了，哇！郭俊佑也开炮，我刚刚看到郭俊佑这次全垒打行程，他那个跑垒绕垒大概20秒就完成。哇！郭俊佑最近也是不错，这是最近3场比赛他打了第2支的全垒打了。他是在上个礼拜啊，礼拜五打罗振龙的全垒打，早就进了。哦，所以他们先发球员说不用等板凳代打的。对啊，他们直接哇，我们郭大炮。先发的这些选手说，我们来处理就好，反正你们好好休息。哇，一左一右，有2支红不让。